上菜。阿康宝贝，想我没有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姐好。啊。谢谢。客气。来，你也吃。谢谢。大人回家吃饭也不提前说一声，给你个惊喜吗？哦，对了，隆重的介绍一下，小葵，我们骑行队的，也是洛洛的女朋友。姐姐们好，请多多指教。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21天，那么长吗？有啊，我每天都记着，好吧？你好细心。那必须的，你忘了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没有。吃饭。你成年了吗？姐，你太会夸人了吧！我都22了。嗯，我现在呢跟朋友一起经营一家摩托车行，然后平常还做自媒体什么的。哎，哥，我看着有这么小？不小啊。动！那是大人，你就是安康吧？这叫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小朋友不懂。你看起来也不像大人啊。小舅妈，哎，小葵，这个鸡翅。还是我们洛洛体贴，我最喜欢吃鸡翅了。哎，小葵，吃饭，放回去，乖。你们两个就是这次骑行的时候认识的？对啊。追的他，我们现在还一块创业呢。哦，对，姐姐，我给你看啊，我们还一起做视频号。现在已经好多商家来找我们合作了。没想到那么多人喜欢这种无聊的东西。姐，我不许你这么说，户外骑行特别减压，没事你也多看看这种视频，开心点，老得慢。你给我把嘴闭上。姐姐哪儿老了？又漂亮又年轻，现在还变成单身，已经秒变我女神了。这里的女人全单身，都是你女神啊！你就算了吧。安宁姐，我是有听说过的。哎，对了，安宁姐，我之前听苏洛说你是练搏击的。练过。那个，我之前一直撸铁来着，然后现在刚转自由搏击，哪天咱俩找时间切磋一下？哎，你会被他打残的，不要。哇，那我更要找机会切磋一下了。来，安妮姐，我敬你。一言为定。